你需要医疗援助。 我是千秋，这个大个子叫中原。我们会进行一个简短的回流，与你的名字随着团队现在需要。 完成，我们是程刀锋的成员。哎，我来解释吧。处理各种怪奇就是超限线管理局这个巨大组，而我们是程。现在组长，出去再说。 选择个体进行。是。现场分析可以。组长，我们会集。我已准备万全。战斗指挥权移交回准备之机，请为我和中原下达。左下而右下方区技能，这里我的速度比中，点击图标使用图，收到指令，点击图标使用中。 不爽！向前进攻！ 前面不远。
进入作战模式。算法已加载，新粮是辅助型特工，可以为我方特工治疗，技能只能对我方特工。点击图标使用，请将中原选定为治疗目，准备执行。此处可以开启战斗倍速功能。组长，准备。来吧。下一步。屏障协议，不必挣扎。准备执行，来吧。下一步。你忘记了你与我们立的约吗？你把我们也锁定了。我是特别行政秘书雷，我要行使阿尔法权限，启动世界代码，众王同行。口令，我舰的时辰已到。我接到了你的现场情况过于混乱，我只能亲自过来处理。那家伙会已经先人下达，所以根据协议，那些飞的东西得赶去医疗部门。医疗部门人员随时参出。我有安排。身份标识，是什么刀锋吧？你是否承认自己袭击明律？死鸭子嘴硬，看看这个。我是特别小组红十字组长明律，指定观众进行搜索官。本次宣布现已全员了，全体工作人员立刻交接到。一定是好好说，求对方批准再重申一遍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一万阁下，请稍缓做出裁决。成刀锋组的组长在事发时身处事故中心，现时有失，包括严重失忆。失忆吗？那可真是害了。现实敌我还想看看。将他们拿下，不用抵抗，就地击毙。等等。这边有追兵。局长秘书的权限，命令。
是谁？